很久没吃鱼了，今天用撒网在门口河沟里面撒一网，期待一下效果啊。今天风很大，我们顺着风撒，在这里撒，在上面收，来了啊。看看今天这一网的效果怎么样，有鱼没鱼就看这一网了。来，走嘞，要轻一点啊，轻手轻脚。一起来见证一下这网能不能爆网啊！见证一下这网的鱼货，这拉网不能拉快，拉快了容易跑鱼，要慢点拉。猜的没错的话，今天这一网应该会有个小爆网啊！感受得到翘嘴有几条。不好还有两条鳊鱼。风和日丽啊，门口河沟撒网，期待此网的鱼货啊。这种田间地头乡村生活确实没毛病呢，跳嘴一条两条，这种翘嘴的鱼质特别好啊。我刚好一盘鱼，刚刚好煎一盘，来看看这底下的鲫鱼，三条翘嘴哦，才煎一大盘呢。兄弟们，渔村生活，有时间一起。兄弟们，专业回收出售二手网哈，看一下啊哈，这个是进口胶丝线花生网哈，人工杂坠的，仅三指的网眼，钓好都高度4.2米，人工杂坠的哈，50个兜，哎，高度也就是4.2米左右。喜欢的可以联系哈，这个是380，包邮。这一条，1.5指，钓好都高度4.2米，人工杂坠的，寿光网花生的哈，人工杂坠的这一条。这一条是420，这一条仅三指啊，就是说2.5指，钓兜高度5.3米，55个兜啊，55个兜，要有喜欢的哈，也可以联系。这个是520，这一条是日本进口5A伯菲特线的，4.5指，5指紧，4.5指松啊，高度是6.3米啊，下水个一次。看到吗？正翻双子扣花生网，这一条哈，这一条650，包邮。然后大力马线的哈，1指钓都高度3米，啊，人工的，这一条是360，包邮，下水个1-2次。这一条野井8边2袋，3指钓都高度3米，全网7.5斤，下水1次。这一条哈，这一条是400。这一条是380，4指钓好都高度5米，啊，成色呀7-8成新，这一条380，野井大力马线4边的哈，还有这一条是狂野8边2袋小细线号的，啊，3指松4指紧，钓好都高度4.5米，全网8斤7两，这一条哈，价格450。野井4边灰色斑点
三指钓好钩，三指高度五米，飞盘网，铁链的哈，中间是油拉丝，中间是油拉丝的哈，下水没有几次，下边是铁链的哈，高度五米，这一条价格420，喜欢。